老弟们早上好，这是昨天晚上大哥秒的黑松，今天呢给他换个挂上盆啊，非常漂亮，非常老气，过段时间咱们出这种小黑松啊。来，老弟们往下看，首先托盆，青苔取下留着备用，垫上沙网，穿过铝丝来，加少许的底土，把树放进来，给它调一个角度啊。这个时候呢，就带一个淋水啊，淋水式啊。哎，这个树呢已经制造完成，老铁们看一下，一个淋水的啊，非常丰满，老气度十足。哎，喜欢这种小瓶颈的，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感谢观看，谢谢大哥们啊。